始终会融化，再远的远方都能够到达，想要用力的追逐在空气中，哎呀呀，自由自在，莫名其妙就会气得炸，感知快乐正在即刻回顾，闯入未知的国度，每帧每秒都自然，哎呀呀，相信在明天会拥抱灿烂。娇娇，你不记得我了吗？陆家是我最爱的女人，你又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不想在你们当中失去任何一个。哎呀，你就别担心了，你别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她在好了伤疤忘了疼上很有天赋，过两天就好了。进度怎么样？还不错，差不多了，看来今天晚上就能结束了。杨洋，不行，你真的就同意让杨洋退股了？干嘛？你舍不得？我是舍不得啊，我舍不得公司就这么走了一个人才，那他走了谁给你画图，谁给你做设计啊？会设计的人那么多，再找一个呗。那别人哪有他懂你啊，更何况这么多年兄弟，说散就散。嗯，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终于完成了，快快快，搞定了。哎，师傅师傅说搞定了。快，内层内层。哦，对对对，快点快点快快，内层内层，快快快，亮的，快点，下载好了。我是林娇娇，多年不见，你还记得我吗？幼儿园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跟你坐在一起。有一次我跟你闹着玩，在你手臂上咬了一口，你疼得大哭。现在应该不疼了吧？也不知道有没有留下疤痕啊？如果真的留疤了，那我再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你还在东州吗？如果恰好你也在这个城市的话，我很想跟你见一面。发不发送？我连他叫什么都忘了。他能认识我吗？哎，不快！一会儿的，我的我的，哦，
细细啊。干嘛你？想必大家都知道前两天沃德科技公司的债务问题，这个问题由我们沃亚出资解决了，同时沃亚将正式收购沃德科技公司。哇哦！还有一个好消息，以后整栋办公楼都是我们的办公区了。哇！对，沃德公司彻底黄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成员，周云波。啊？啊？啊？不用客气，坐，都坐。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啊，以后多多关照，多多关照。过来咱们公司的话，那我们这儿不就有三个总了？徐总、小叶总，加上又有一个周云波，周总。甄总，哎，多多关照。我跟你说，哪有什么小叶总啊？我看周云波来呀，就是来顶替小叶总的位置的。是啊，小叶总今天的确没来，他不会真的离开公司了吧？说吧，总监。改叫波波就行。太可惜了。哎，哟，人挺齐啊，比平时还多一个。哎，嗯，易烊洋，你来的正好。陆佳，嗯，把股权清算文件给他。老大，徐亚秀，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这股我不退了。啊？你别给我笑嘻嘻的啊！昨天谁打我办公室主意的？哎呀，小叶总，我跟你说，你别生气了。我们现在有两层办公室了。小叶总，我帮你搬到楼上的大办公室去。我说过搬了吗？你就帮我搬。徐亚秀，这回你如意算盘落空了吧？我就得要在你眼皮子底下赖着你，我气死你，我就不走了，我气死你！哎，我气死你！我回办公室了。那你就好好赖着，啊！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从今天开始，周云波就是我们的前台了。很荣幸成为我们沃亚历史上第一位前台啊！感谢徐总亲自为我办的这次揭牌仪式。身是前台身，心是总裁心啊！啊，我以后一定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为大家服务啊！徐家秀，你套路我！你不是让他来接替我的位置吗？我说过吗？是你自己想多了吧？所以那不是什么股权清算文件。那是员工手册。
徐半坏，你逃太快了。行了，小叶总。哎呀，好了，我那不是套路的，我是了解你。哎呦，小达，你也在喝牛奶啊？对啊，这不巧了吗？你们也都在喝奶。是啊，喝奶补钙。小达，你应该多喝点，还可以长个。张亮，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死？是不是想死？救命！哎，好了。你们俩要有这时间，给我也拿出去。喝奶都堵不上你们的嘴是吧？谢谢小叶总的奶。你快到了吗？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头往那边一点，我看看。转过来。你干什么的呀？啊，送餐。送餐是吧？你这里边都送了什么菜啊？订单我看看。红烧排骨饭，对，那我问你啊，你这里边一共有几份红烧排骨饭？我给你点提示，一份，二两份，三四份，四三份。大哥，你行行好，我真的就是个送餐的，如果送餐不及时，客户会给我差评的，我这一趟就等于白跑了。我要快递，等会儿，谁让你进了吗？过来，证件看一下。崔大龙，登记一下，都写了。师傅，你在看什么呢？对啊，给我们看看呗。看什么呀？怎么哪儿都有你们俩事儿啊？到点了，赶紧吃饭去。师傅，你不说我都忘了，这外面怎么还不来？我都快饿死了。对，快，周一波，赶紧找周一波去，快。哦。哎，你想好没有啊？几份？我说外卖怎么还没送来？原来都卡你这儿了，你再问我们都要饿死了。哎，快，大家都等着呢。谢谢啊，记得给五星好评啊。你怎么不吃饭啊？哎呀，你别管。哦。这都几点了，怎么还没来呀？你好。哎，是你啊？我来送咖啡。啊，哎，登记。啊，好。姓名。来访部门。不知道打叉。行，差不多可以了。去吧，去。好，谢谢。这儿是沃亚科技吧？找谁啊？我找我同学。登个记。还在忙啊？听完了。哎，你不是刚进去送咖啡了吗？什么？啊？啊？邵逸峰，啊，欧阳轩，林娇娇，哎，就这个人，非说要来咱们公司找什么他幼儿园同学林娇娇。
我就跟他说，公司根本就没有这号人嘛。你看你非不信，你自己看哪有？这不是吗？娇娇，我呀，我邵逸峰啊，你不记得我了？你看，你小时候在我这儿咬了个牙印，现在还留着疤呢。你可以让我遥控你的吗？你是不是来找我的？对啊，这个是我们店的新品，拿过来给你尝一下，如果好吃的话下次来店里吃。还有呢？不够啊，那我下次给你多拿一点。那你忙，我先走了。哎，拜拜拜拜拜拜！来，庆祝 Janice 找到她幼儿园的初。你小时候牙口真好，现在那个牙印还清晰可见，就是他了。如假包换，你们把嘴闭上。娇娇，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娇娇，娇娇，这也不怪娇娇，我们都太长时间没见了，但我一眼就认出你了呀，你还跟以前一样，还是那么 man。娇娇，今天晚上这是公司，叫 Janice。哦 ，Janice， 真的是我呀！你真不认识我了？哦，你给我发的邮件，好久不见。啊！我想起来了，邵逸峰是吧？你想起我来了？好，来，我请你喝咖啡。你真的想起来了？吃吧吃吧吃吧，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哈。谢谢你啊，Janice。你说你小时候长得挺好看的，怎么现在长大成这副模样了呢？岁月是把杀猪刀嘛。不会啊，我小时候就长得很帅，现在也很帅啊。那什么，你吃完就赶紧走吧，我还得工作呢，啊。专业帅，我是不是打扰你工作了？哎，没有，毕竟我叫你来的嘛，没事儿。真的？那你带我参观参观你们公司呗。那儿是我们老板办公室，这是我们老板娘办公室。我们老板是董事长，我们老板娘是会计。这是的哥，那是亮子，他们俩都是我徒弟。那是出纳小达，刚刚接你进来的是我们前台周云波，这儿是我的工位。好了，我们公司就这么大点，就这么点人。你参观完了吗？我是公司合伙人兼副总裁兼设计总监叶昂阳。阳阳阳，叶昂阳。哦，好厉害！你这么多头衔。你那米饭都吃多久了？你不干活了？都吃饱了吗？吃饱了就得工作了啊！工作工作工作。啊，你再自己看看吧，我要忙了。詹妮斯，你有这么多游戏啊？
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你还没吃饭啊？这都凉了，我请你吃饭吧。没事儿，真热一下就行了。那哪行啊！我这次过来本来就是想要跟你一块吃饭的，我们都这么久没有见了。就是，毕竟是你老同学嘛，吃顿饭怎么了？是不是？你要有时间，你陪我老同学吃去，我没时间。江医师，你没胃口啊？啊，没有没有，我没什么心情。哎，没心情也得吃饭啊！来来来，吃吃吃吃。嗯，江医师从小就不吃香菜，那会上幼儿园有一次他把香菜全吐了，人家老师还说他呢。这20多年的事情，你现在还记得？嗯，好记性。你看人家，你再看看你，这么多年同事白做。我还记得很多事儿呢。那会儿咱们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放学，人家别人家孩子的爸妈都过来接他们了，可是我爸妈都没来。这时候就有个小孩过来吓唬我说：“你爸妈不要你了。”哇，我当时小啊，吓得我哇哇哭。这个时候 Janice 就过来了，跟我说：“没事儿，别怕，我陪着你。”然后就陪我边等边玩，还给我泡泡糖吃。哎，你就说泡泡糖，咱俩是不是小时候老比谁吹泡泡糖大？嗯，有一次我泡泡吃这么大，不是你给我戳漏了，整得我满脸都是。对，我记得当时弄你这个眉毛上面是不是？原来是我帮你洗的呢。你还好意思说呢？你给我搓没了眉毛，后来我妈差点骂我。哎，你别提了，我当时把那泡泡糖给咽下去了，我还以为我要死了呢，我吓得我哇哇哭。你这人又笨，胆又小。那对呀、啊，小的时候家长经常骗我们说，这个西瓜籽吃到肚子里会长出西瓜，然后吃泡泡糖会噎死。挺有意思的那时候。小时候好玩的事太多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没事啊，你要有时间就来找我们玩，反正我们一直在公司。真的啊？嗯。哎，我看你桌上有很多那个游戏，我挺会打游戏，以后咱一块玩啊。真的？嗯。你不早说，他可菜了，迪哥亮子也是，没有人陪我玩游戏，快快快快！哎呀，你早说嘛。詹妮斯，我想死你了！快快快，赶紧吃饭，饭凉了，凉了凉了，汤一会儿凉了，快点儿吃饭！哎，这个好吃，来。大家开会啊！今天原本是想给大家讲一下时光的内测时间和具体安排，然而就在今天，詹妮斯找到初恋的这个个例，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哦，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时光的信息匹配度是有保证的。所以从昨天开始，内测其实也就开始了。如果接下来内测顺利的话，我们就按原计划正式上线。哦哦哦！看我干嘛呀？开会呢，怪尴尬。易烊洋，啊，你那个图标设计图什么时候能改完？这周吧。好，那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具体部门的具体安排。哦，开始吧。
这些以后都用不到了。工作，工作。比一比啊！比啊！我赢了怎么办？你先赢了我再说。来啊！从不停路过虚幻的风景，保持着信心，总有人会回头质疑，而那些人却只会浪费口舌都嘲笑着我。不管继续跑得多慢，从不质疑。Let me tell you what I got， 永远不会喊累。道理特别简单，就像喝杯白开水，也许会被说异类，不过是一个称谓。只要对自己无愧，未来会给你回馈。No fake。如果要飞翔，不需要导航，用你的向往改变这世界的风向。追逐的路上，如果迷失方向，可以啊，你的球技倒是没荒废啊，你也没落下。你今天这么有时间吗？特意来找我打球的？当年截了你的情书，对不起。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刚才没听清。快！我说我是来催你交稿的。不对，你刚刚说的不是这一句。你不是没听见吗？算了，既然你都跟我低头认错了，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你了。你差不多就行了。哎，虽然当年陆佳给我写过情书，但我知道他高中的时候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可你呢，也一直都喜欢陆佳。我就纳了闷儿了，你怎么能这么沉得住气啊，连我都瞒着。我呀，就不像有些人什么事儿都说。你也好意思说？徐佳秀啊，我就是太信任你了，太信任你。你怎么从酒班出来了？嘘，鬼鬼祟祟干嘛呢？哎，我是觉得酒班有个女生长得挺可爱，我偷偷过来给她送牛奶来了。是吗？谁啊？我看，她叫陆佳。啊，我跟你说，我给陆佳送的牛奶可不是普通的牛奶，我在每罐牛奶上都按照他的样子画了漫画，已经坚持不懈送两周了。你说我要继续送多久合适？是按照他的学号送呢，还是按照年级排名送呢？除了送牛奶还能干嘛？你帮我想想。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这么够意思吗？你这是在鼓励我呀？你想多了，人陆佳是教导主任陆宏伟的女儿，我估计你的牛奶还没送完，名字就在通告栏上点名批评了，所以这顿饭就是安慰你，死得其所。陆主任，陆主任，你这就是作弊，你知道吗？哎，我当时还以为你好心提醒我，没想到你却拿陆主任过来吓唬我，好让我自愿放弃陆家。我骗你了吗？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你算了，既然
你现在跟陆家都已经在一起了，也算是两情相悦吧。我除了祝福还能说什么呢？杨洋，谢谢你。我又不是故意让给你的，我那儿输了，我愿赌服输。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对陆家不好，我第一个饶不了你。我说的不是这个，这么多年，咱们一起创办沃亚，一起并肩作战，这些我都记在心里呢。陆家是我最爱的女人，你又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不想在你们当中失去任何一个。哎，你这么肉麻，我还有点不太习惯。不过你要是能给我点物质上的奖励，那就完美了。啊？有？真的？啊？真的？我再给你来点工作，不是更好吗？我就说你今天不是来找我打篮球的吧？你就是找我回去加班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来催你交稿的。哎呀，徐八皮！哎，你这么有劲儿，再说我俩球啊！来啊，来，来呀！你投吧，我投了。经过我筛选之后，觉得这几套方案都还可以，你选一个吧。小叶总怎么来这么早？就是啊。这猪头怎么回事？拿错了。这套方案好，以大树为设计灵感，枝杈一节节的散开，正好符合我们时光这款社交软件的属性。眼光不错啊，我也喜欢这套。哎，老大跟小叶总怎么这么快和好了？毕竟兄弟情深嘛。从不停路过虚幻的风景，保持着信心，总有人回过头质疑，而那些人却只会浪费口舌都嘲笑着我。不管继续跑得多慢，从不质疑。Let me tell you what I got， 永远不会喊累。道理特别简单，就像喝杯白开水，也许会被说一类，不过是一个称谓。只要对自己无愧，未来会给你回馈。No fake。如果要飞翔，不需要导航，用你的向往改变这世界的方向。追逐的路上，如果迷失方向，心中依然能够明朗。是玩火又有有我的节奏 ，Right on the floor， 找到自由。总有个出口在你的左右 ，Just let it flow。你的平凡也是独有。
对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那数据分析预案我们会尽快发给你。嗯，那就这样，再见。你让我帮你整理的数据分析预案呢，我已经整理好了，发到你邮箱了。然后我知道，时光上线的第一周的留存、日活、新增的数据都至关重要。虽然我不懂什么营销和推广，但是我用 Excel 很在行的，所以你交给我吧，就放心好了。佳佳，嗯，公司人手实在太少了，不然我也不能让你这个财务总监过来帮忙。我可不只是财务总监。好了好了，这个活呢我可以帮你做，双份工资我也不要了，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加班这么久，这周末一定要给自己放个假，不许不同意。好。那我先走了。记得哦。好。让误会装上真相被击碎，我们卸下防备。真不用我帮忙啊？不用，说了今天你休息，你多帮一下都不算休息。这样，你去跑个步、遛个弯什么的，等你回来，我好吃就做好了。哟，那我去买个饮料。也行，去吧。在外面好好玩，天黑再回来。拜拜。哎，老大，我给他带回去吧。哎，别打扰他了，让他自己睡吧，睡醒了他自己回去。也行，那我先回去了，老大。嗯。差点露馅。节奏 right on the flow， 找到自由，总有个出口在你的左右， just let it flow， 你的平凡也是独有。一路上从不停路过虚幻的风景，保持着信心，总有人回过头质疑，而那些人却只会浪费口舌的嘲笑着我，不管继续跑得多慢，从不质疑。 Let me tell you what I got，不会很累，道理特别简单，就像喝杯白开水，也许会被说一类，不过是一个称谓，只要对自己无愧，未来会给你回馈。 No fake。 如果要飞翔不需要导航，有你的向往改变这世界的方向，追逐的路上如果迷失方向，心中依然能够明朗。失望或拥有用我的节奏 right on the flow， 找到自由，总有个出口在你的左右， just let it flow， 你的平凡也是独有。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who got the star， 那些所有借口理由全部站不住脚，一直跟着心， my friend， 不管再艰辛世界终会给你回应， just believe in your things， just do， 其他你不必在乎，也许会孤独算一种幸福。 So just get about the shine like I always do， 只有义无反顾走自己的路。 Sorry。 如果要飞翔不需要导航，有你的向往改变这世界的方向，追逐的路上如果迷失方向，心中依然能够明朗。